有关本市金和味食品香料有限公司使用宝兴公司违规批号青辣椒粉原料制成产品，经桃园市卫生局持续稽查厘清，八日晚间新增薄皮辣味炸鸡粉、香鸡排浸制粉两项再制品，累计15项产品需下架回收，业者49家，已通知所辖实县市卫生局追查。两项再制品销售于桃园市16家食品业者，卫生局随即通知下架。经追查，架上未出货上有334公斤，预计3月11日回收完成。另3月7日，桃园卫生局追查金和味4家下游制造业者，均已完成稽查。经比对制令单，未再制货品计有943公斤予以封存。已再制未出货5000公斤，已请业者自主预防性下架。